我的男朋友去世了，我并没有很难过。是吗？喂，你干什么？维生素，维生素，你们一个个怎么都疑神疑鬼的嘛？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看着我每天吃好喝好，朋友们虽然觉得很奇怪，但也终于放下心了。哎呀，上啊上啊！我先走了，你记得一定要。哎、我知道了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嘛，你赶紧走吧。我靠！他们走后，我看着空无一人的家，好空啊，着实无趣。我决定去旅行，去散散心。要不去旅行吧，反正请了这么久的假。和旅行社对证件的时候，客服小姐姐随口说了一句：哇，你的证件照好好看啊。我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突然想起我和她的回忆。她一直站在镜头后面，乃至于我手机里很少有她的照片。哎呀，好了没有啊 ？OK， 快点快点，拍的不错嘛。那当然了。但是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合照啊？我这不是要拍你吗？那我也想跟你合拍嘛。以后会有机会的，反正结婚照上肯定有我。喂，你刚刚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是不是？而他却在愿望实现前，永久的离开。好了。没有什么可遗憾的，因为在我心里，我已经嫁给你了。